烧肉、清蒸鱼，还有各式炒青菜，令人食指大动。但很多民众最不喜欢看到便当里出现这些配菜，茄子类的吧？青椒我比较不喜欢。有网友po文，虽然对于苦瓜、三色豆、小黄瓜、炒木耳等不会很排斥，但如果打开饭盒，看到这四道菜联手登场，就会一肚子火。底下有一堆网友跟着回应，最不喜欢的便当配菜就是青椒、茄子、苦瓜和三色豆，其中最多人讨厌的就是三色豆。绿色的比较好卖了。啊，之前有没有卖过什么事，就是卖不太出去那种？啊，没有了。便当店业者强调，为了让消费者吃得安心，食材还是以新鲜的为主，冷冻食品尽量避免。就像三色豆，就会尽量不让它出现在餐台上。现代人工作忙碌，三餐老是在外，导致正餐只能靠便当解决。最讨厌的配菜引发热烈讨论，也有网友认为，如果业者想提升业绩，还是少卖这些配菜会比较好。记者张兆成、万山台北采访报道。